我无想要认输，也毋过我嘛无遮尼厉害，会当安尼坚持落去。所以，我甲我诶命运交予天来决定。夜晚八点，你若是无要来，我著袂安尼戆戆等落去啊。因为我想要知影，选一个爱我比我爱伊搁较侪诶人，是毋是较幸福？我是输给你，我是输给雪莉对你的感情。那当初雪莉无顾伊的性命，替恁爸动枪子，第一个证明伊对你的感情啊。是的，我就是介意这款 happy ending， 我才当大方成全恁，也祝福你。不在，你一定要让雪莉做幸福的。啊，若无，我是随时有可能会当趁虚而入哦。公平，是的啦，啊，不过你没这机会啊，别让我失望。雪莉，你真心啊？啊，真无简单，这精神，谁人要结婚啊？伊一定是尴尬。咱两个拢伫咧遮，伊感觉足碍药的，唔知要讲啥，所以超过伊，假做是昏迷啦。听话下啦。你放心啦，就算咱两个无缘做伙，嘛同款是朋友。只是你无选择我，是你的损失。听伊讲背后，真紧会互你找到你的真命天女啊。当然啦，子在，你得好好照顾雪莉。从即马开始，我要为申请的检察官变成伊正义的检察官啊！公平，多谢。哦，我真正足疼的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等下等下，我查看没有。你不是答应公平要甲我好好照顾，我即马连一句真话拢听袂到。我算什么女朋友啊？有啦有啦，查到啊。不要抱怨，抱我。OK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来来来，卖我白叮当。你刚嘴饿听无？看你这个面红红的模样哦，我这个空嘴过得啦。什么过得啦？你讲啥话？万不伊这亲戚怕歪去啊，你都无命呢。若是出代志，我是变怎？你天公要疼惜我，让我好好啊活嘞。我替你挡一切哦，以后你还有恁爸，一定一定会对我足好的，我算是赚到啊。不管安怎。以后袂当阁安尼，知无？你若是有啥物万一，以后我是被砍伤的手，也未来个了。